Hello， 我是 Beauty 大美人杂志十月号的封面人物 Melody， 跟你们分享我的智慧打包书。我通常出国或是我去旅行的时候，我都会带的一样东西就是我的运动器材滚轮，因为它可以消除水肿。我自己认为了，我觉得滚一滚像按摩还蛮舒服的。然后再来就是我的这个 Yoga Block， 有的时候你做一些什么后仰啊，或是开胸，然后伸展你的背啊，或是伸展你的腰啊，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辅助器。这是我的补妆包，很能塞，我里面很多东西。我有这个护手霜，因为我不喜欢用味道太重的护手霜，或是太油腻的，尤其带小朋友，有的时候给他们擦，你也不希望好像味道太重。还有一些什么这个 ，Oh my God！这个被摔断了，我都不知道。Oh no！ 怎么会断掉？好，没关系。好 ，Anyway， 这个喷雾很好，就是如果你在坐飞机的话，你就可以喷一喷，然后整个脸就会拉提。我自己认为呢，它感觉好像就拉提了这样。然后我什么都没有，就口红最多。哎呀，你看这个真的湿湿的。这个两个颜色是我很喜欢的，然后一个是肉色的，一个是反肤色的。擦上去不会黏黏的，然后颜色很饱和。等一下，我闻到底这个水到底洒了多少？对，好，然后没有，不用停 ，I can go on， 我现在已经 go on 了。然后这个里面很多东西，就是一大堆化妆品哦，我画眉毛用的眉笔，然后染眉膏，里面很多东西，我看我很多宝物。哦，我还有这个我也很喜欢，就是擦完 CC 霜之后，这个气垫粉饼粉扑也是我很喜欢的。然后一个这种刷子啊，这样。然后呢，我还会带暖暖包，因为我的手很容易冰啊，不晓得为什么，是我身体太寒还是怎么样。然后再来，这个是我的一个，它这个不是维他命本，它有点像天然的防止感冒的一种酵素。就是想吃了。嗯，那里面一颗一颗的，甜甜的。然后我会带一包饰品，就是耳环啊什么的配件啊，让自己感觉好像你知道亮丽一点。然后这个是一个去角质，就是帮你的唇去角质的一个 scrub， 擦一点，然后就是这样子按摩它，然后会把你那个废掉的角质脱落掉。这个是一个光圈霜，我们刚刚脸部有保养嘛，然后这个是头发的 serum， 然后就是这样子，然后就擦在你的对发尾，它是保养，然后它里面有那个玫瑰香，玫瑰是一个很疗愈的一个味道，这样子就这样子了。好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